在上期节目中，郁达华教授介绍了刚刚登基的道光皇帝踌躇满志，撤换了原来的军机大臣，换上了自己的心腹，从而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而这种政治风格与用人标准对后来鸦片战争时局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登大宝的道光皇帝将会如何治理朝政？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又是怎样的一种官场形象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第三集，吏治南清，敬请关注。道光帝改组了军机处，坐稳了皇帝宝座，雄心勃勃，欲大展宏图，把整顿矛头啊指向了吏治。清政府这部国家机器经过170多年的运转啊，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百病丛生。在吏治方面主要出现两大问题，一个是官员们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国家机关运转不灵。二，贪污腐败严重。甚至有人说啊，说嘉庆皇帝就是让这帮不争气的官员给活活气死的。哎，这些官员能把人气死？当然，气死是夸张的说法，但是把皇帝气得浑身发抖，有时候啊，也发生这种事情。咱就说说嘉庆皇帝生命中最后两年间，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几件怪事儿。第一件事儿，1819年12月9日，嘉庆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炉大典，为五进士发榜。武举是国家选拔军官的一种考试啊，它跟科举一样，一甲前三名也叫状元、榜眼和探花，只不过加个武字，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传炉大典就是由皇帝宣布啊，中第者名次的隆重典礼，王公大臣都来了，文武百官也来了，乐队高奏《庆平之章》，中国古代的名曲。按规定啊，唱名之后，状元、榜眼、探花要出班行三跪九叩礼。但是呢，武状元跟武探花没来，典礼无法举行。皇帝来了，这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咋回事，说咋没来呢，是吧？官员们都不敢靠前啊，能躲就躲呀，这不赖我们，能躲就躲。礼部躲不过去了，就是他们管的礼部啊，管典礼啊、教育啊、考试这个部门，上去解释说，昨天啊，原来通知啊从西华门进宫，后来我们又改了，改东华门进宫，可能这一改呀，这出点岔子，大概是为这个事儿。说这两个人呢，跑西华门去了，人家不开，现在正紧急绕道赶往东华门，请皇帝再等一等。皇帝一听，忽悠一下子，等。那西华门呢，是紫禁城的西门，对着中南海；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对着王府井。你要今天绕道走啊，只能走天安门广场。你清朝的时候，天安门没广场，是禁地。这南起正阳门，北到景山后门，全是禁地，不能横穿。这两个人呢，等于从西城赶往东城，得先出前门，这得等半天呢。这皇帝的脸就很难看了。紫禁城的这个守卫大臣就上来跟解释了，说这可不赖我们了，我们上回你骂我们饭桶啊，
我们回去落实岗位责任制，就怕放进来上访的，所以我们给你看得登登的哈，不赖我们，走了，确实不赖他，啊，赖谁？这礼部官员一看，你跟皇帝去在那推卸责任，礼部官员也上去解释说这也不赖我们，那你看这不基本都来了吗？说明我们通知的还是对的，也不排除啊这小地方来的人到北京分不出东南西北来，就走错了，也不赖我们。赖谁？这皇帝真不知道赖谁了。嘉庆皇帝气得也不知道赖谁，嘉庆皇帝气得起身呐，拂袖而去。这官员们追说：“这典礼咋办呢？”嘉庆皇帝告诉说：“典礼取消，武状元、武探花革去，说你们谁也不赖。”完了。当这两个倒霉蛋啊跟头把似的跑到东华门的时候啊，人家不让进了，说不行啊，我不进去那典礼不能举行。他说你是谁啊，你不进去还不能举行典礼？他说我是状元。他说已经给你革除了，赶紧回家服毒，以后还有机会。第二件事儿，1820年嘉庆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5月的一天，兵部官员哭丧着脸向嘉庆皇帝报告大印找不到了，说丢了，说没有，说我们没拿出屋，说那就是被人偷了，说对，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嘉庆帝说猪就是这么想的，说你们真是一群猪啊，啊，1000年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当官把大印丢了，你兵部是干什么的？你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国家最高军事管理机关，你让小偷进去了，啊？不讲了，这个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这案子没破，直到嘉庆死也没破这个案子。那道光还破呀，他爸都破不了，他管那事儿啊？那怎么收场的呢？后来啊，兵部官员啊跟皇帝说你看案子也老也不破，说我们当官吧要没个印还怎么不习惯，说每当这军需啊军需发放，军官升迁，部队调动，你都得用印，说我们研究了，说我们决定再铸一个，铸这个印的钱呐、啊、这个印啊，我说一下，兵部的大印是银子，白银的啊，白银的银能值一些钱，说让人偷走了，说这个铸印的钱呐、啊、我们领导班的研究了，我们不报销，由主要领导分摊，那你让我们铸吧，要不然我们不习惯，你这没个印，你这官当啥意思？后来嘉庆说那你就铸吧，不报销啊，说好了不报，肯定不报销，不但不报销，而且我们向皇上保证此后人在印在。直到1912年，清朝亡国，兵部再没有丢过印。能不能把人气死？啊，天子眼皮底下的吏治，到这种松懈的程度，出北京一步，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你敢想？嘉庆皇帝啊，有的时候气的就指着官员的这个鼻子，破口大骂。说你丧尽天良，说你寡廉鲜耻，你猜官员说什么？官员说皇上圣明。拿今天话说就叫，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叫恭喜你答对了，您真聪明啊，说我丧尽天良，俺就没天良。有经以来，官场因循懈怠到如此程度还闻所未闻，经历170多年运转的大清王朝这部国家机器，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衰老状态。更为可怕的是，除了官员们因循懈怠、不务正业这样的一种官场弊病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摆在道光皇帝的面前。那么，这个难题究竟会是什么呢？
面对这个难题，道光皇帝该做出怎样的决断？一场官杀官的惊天大案，它的背后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啊，吏治方面更严重的还有一个贪污腐败的问题呢。我们刚才说的是因循懈怠，还有个贪污腐败。应该说呀，清朝官员的待遇还比较优厚，虽然俸禄低一点，但是啊，从雍正朝以后啊，发养廉银，就是廉政补贴，一品大员一年1到2万两，就是七品芝麻官一年也能拿个1800两白银。在2006年的时候啊，有人根据粮价来换算，说1两白银呢，等于今天200块钱人民币，1000两就是20万元人民币，1万两就是200万元人民币。当然了，养廉银呢不能全揣起来，要分出一部分做衙门的办公经费，但剩余部分呢也很可观。而且清朝还有个什么情况？地方官呐，只要是不贪国家的钱，也就是皇帝的钱，那么适当收刮点民脂民膏啊，国家基本不管。当然了，这欲壑难填啊，清廉的官员能有几个呀？这些官员们搂起钱来啊，什么顾忌都没有，还管哪是皇帝的钱，哪是老百姓钱，能搂就搂。嘉庆年间就发生了一起啊，因侵吞国家赈灾款而官杀官的大案。啊，这一年啊，安徽省暴雨如注啊，江河水位暴涨，哇，很多人被淹死了。啊，活着的人呢流离失所，政府一面组织泄洪，一面安置灾民，其中山阳县知县叫王申汉，他一下子就贪污了23000两白银的赈灾款，自己揣了13000两，不能都自己揣啊，都自己揣就麻烦了，另外还给他手下的人分了10000两。这胆儿啊可真是太大了，连赈灾款都敢贪。不久啊，国家派查赈委员叫李玉昌到山阳来检查赈灾款发放情况。王申汉没大在意，说这种例行公事啊，哎，见多了，开始都横挑鼻子竖挑眼，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奉上大笔孝敬自然过关。不料这个李玉昌啊，刚中进士，初出茅庐，一副书呆子脾气，就想报效皇家。人家王申汉跟他说的都很透了，你甭查了，说肯定有问题，说咱谈谈别的，啊，你比如说谈谈那啥，啊，谈谈。那李玉昌告诉他说，我刚从北京考试回来，那皇上给我出个题，就是重义轻利。你跟我谈什么呢？我们就谈义不谈利。这王正汉一看没办法，那咱吃饭吧，啊，吃饭。吃完了之后灌了不少酒，回去泡了一壶毒茶给李玉昌喝，啊，李玉昌醉醺醺拿着茶杯就喝，喝两口觉得不对劲儿，就不想喝，不想喝，这上来几个人就给他灌下去，灌下去。王正汉领一帮人就看嘛，说这你们买的什么药，怎么还不见效啊，反正也见效没死。所以王正汉又找人呢，说找一些绳给勒死，把国家的查赈委员给勒死，然后县公安局给出的验尸报告，算是上吊自杀身亡。李玉昌的家属不干了，怎么不干了？还是王申汉太大意了，活干的不利索。第一呀，人家家属来接这个棺材的时候，王申汉给人1000两白银，就这1000两白银就让人家起疑心了，你凭啥给我这么多钱？这是一。再一个呢，
王生汉呢把李玉昌的好多衣服都还，那里有血衣，人家属一看不是上吊吗，这衣服上还有血，跑到北京督察院去告状喊冤，嘉靖皇帝让把王生汉给我带北京来审，他都不敢呢、交代地方官来审，说直接给我押到北京来。还没到北京呢，王生汉就已经招了，这时候李玉昌的棺材也正在往北京运，准备在北京做这个刑事化验呢。那么嘉庆帝告诉说，棺材赶紧送回去吧，他已经招了就不要了啊。那么嘉庆帝严惩了各犯之后啊，气得说这是千古奇案，他把当时的两江总督给发配新疆，你可见处理多重啊。两江总督，你说这个事儿，他负一个领导责任，就是两江总督管啊安徽啊江苏江西啊啊管这么多省，你出这么件事儿，两江总督发配新疆。通过郁达华教授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清朝吏治昏聩，人心涣散，天怒人怨。面对着这样一个棘手的烂摊子，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道光皇帝将会如何接招？整治吏治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道光皇帝继位之初啊，想整这个吏治啊，皇帝既然有此心呢、大臣自然极力迎合。哎，有一个叫英和的军机大臣，满族人，给道光皇帝提了个建议，说：“您不是要整顿吏治吗？”他说：“我告诉你啊，吏治的关键在漏规。”说您应该清理一下中国的漏规。哎，什么叫漏规？漏规就是官场潜规则。但是我觉得呀，漏规比潜规则这个词儿啊更妙。怎么更妙呢？漏就是说见不得人的东西，规呢那是游戏规则，你别看见不得人，你还得按这个来办，不然你就碰壁，轻者鼻青脸肿，重者粉身碎骨。中国古代的官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治理老百姓的官，这叫亲民之官，俗称为州县官、父母官，这类人少。再一类官呢是管理州县官的官，这类人多。管老百姓的官啊就吃老百姓，管州县官的官啊就吃州县官啊，官吃民，官吃官，彼此吃来吃去，靠的就是漏规。咱先说几个地方的漏规。福收，拿今天话说叫摊派滥收费。还有千子钱，千子钱，人民打官司在递交诉状的同时啊，必须向衙役交钱，人家才受理。本来清朝规定人民打官司不收诉讼费，所以你不交也可以，但你的官司不能受理。交多少呢？3-4两白银起价，是诉讼标的浮动，啊，可以讨价还价，啊。还有，你比如说富户结礼，在地方辖区内啊，有一些有钱人，按季度给地方官送钱，这叫富户结礼。地方官划了这些钱，都揣腰包里，他第二天就得送检察院去。所以呢，我们就得说第二部分漏规了，官员和官员之间的漏规了。啊，当时啊，官员之间，下级对上级，地方官对京官，有业务联系的部门之间都得送钱，漏规还都有漏规，啊，这一类漏规，你比如结受礼，大家知道有个词叫三结两受。
就是新年、端午、中秋，这叫三节。长官的生日，长官夫人的生日叫两寿。啊，夏季都得给长官送礼，这样一年四季都在收礼。送多少呢？有行情，少了拿不出手，多了送不起。道光年间，陕西省的节寿礼的规格是这样的：巡抚的下属给巡抚啊，巡抚就是一省的这长官了，每年送节寿礼，合计啊，这是标准，5200两白银和上百万人民币。啊，还有别境，什么叫别境呢？地方官啊，到北京祭奠皇帝，看完皇帝就得各个衙门拜。拜完你不得临分别就得走了吗？得给人塞红包，这叫别境。那此外还有什么探境？什么叫探境？那今天话说叫采暖费了，这天凉了，就给领导拿点钱和说买几车煤吧，非常说都说不完呐。各种漏规啊，大行其道，官员们送来送去，拿的都是老百姓的钱，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那么道光帝很痛恨这个东西，英和呀，他出的这个主意啊，他给道光帝出主意啊，就是让漏规合法化，取消对漏规的禁令。哎，道光说这我就不理解了，说我们禁都禁不止，你还取消禁令，让他合法化。英和给他一讲啊，道光帝就明白了。英和说呀，说中国到底有多少漏规，现在谁也说不清，应该加以调查。调查清楚之后了，实在说不过去的，咱就把它取消了。要稍微还勉强说得过去呢，咱把它保留了。保留之后纳入国家税收体制，不让地方官收了，我们国家收，这样国家收入增加了。然后国家可以让官员待遇再高一点吗？另外办公经费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提高一点吗？那对老百姓呢？对老百姓也好啊。为什么呢？我们取消了一些漏规吗？那么保留的这些漏规我们纳入国家税收监管体制了，地方官他不能任意胡来了，对老百姓也减轻了负担，利国利民。英和是道光帝十分信任的一个亲信大臣，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他在官场之中历经多年的锤炼，对于官场吏治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因此英和提出的让漏规合法化的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道光皇帝会采纳英和的这个建议吗？道光帝一听啊，好，这个主意好。道光帝还是经验不足啊，听说好，立即就决定全国清查漏规。这就等于在油锅里啊浇了一瓢水，炸锅了。全国官员就炸锅了。全国官员，大部分官员反对，因为这将揭露出很多官场黑幕来，你怎么清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吏部尚书，管干部的吏部尚书叫汤金钊，跟道光皇帝讲必须立即停止清理。为什么立即停止清理呢？他说，第一啊，漏规要是让他合法的话，缺乏法理依据，他只要是漏规你就得禁，禁不禁是立场问题，能不能禁住那是个工作效果问题，无论如何立场不能动摇，你禁不住你也得禁啊，哪怕咱闭眼睛不管的，你也不能说让他合法，这是第一。道光帝一听说也有理啊，很有理。第二啊，漏规那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啊，你把它翻动出来啊，把它翻腾出来之后啊，有损政府形象啊，确实如此。道光帝说那确实如此。说第三呢，你漏规啊，你清理漏规的目的是要减轻人民负担呢，你可能适得其反，漏规可能越清理越多，你小瞧了咱们中国那些基层干部，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可能最后老百姓啊负担还不会减轻。道光帝说那也可能，这我没想到，
这第四呢，咱别说长远，就眼前这个清理就已经搞得民间鸡犬不宁了。哎呀，道光帝一说这简单了，还是刚上台呀，经验不足啊，立即下令停止清理漏轨。但是呢，这180多大转弯关系到皇帝面子，所以呢，跟英和说暂时委屈一下你，我要处分你啊，以后我再给你改过来啊，把英和给降了2级啊，都推他身上，算他给出馊主意啊。那么整顿这个漏规啊，是道光帝上任3把火之一，没着起来就熄了。按照道光皇帝的本意，他是想以整顿漏规为突破口，大张旗鼓地整治吏治。但是面对全天下大多数官员的反对，道光帝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因此他最终只能偃旗息鼓，就此罢手。难道踌躇满志的道光帝甘心于在整治吏治的这场战斗中败下阵来吗？他在整治吏治方面难道真的就难有所作为吗？不过也不能说啊，道光帝在整顿吏治方面毫无作为啊，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尽管他改变不了这个体制啊，而且个性上也不免优柔寡断，但是道光帝对个别官员的腐败，对身边亲贵的腐败还是能下得去手的。实事求是，该肯定的我们也要肯定。道光帝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气得他七窍生烟的丑闻。有一个亲王，豫亲王，叫豫兴。豫亲王豫兴啊，家里边有个使唤丫头叫银阁，长得漂亮。这个豫亲王啊，就惦记着人家。本来认为这个事情好像难度不大，他是王爷嘛，啊，一个小使唤丫头还摆不平吗？结果呢，拐弯抹角跟人家一说啊，人家不乐意。哎，这严格越不乐意啊，这豫亲王啊越乐意，啊，他越想乐意，啊，于是弄得就神魂颠倒一天，啊。大伙儿出主意啊，啊，说你要不就那样吧，说你就生米做成熟饭就得，他毕竟是个小丫头嘛，啊，跟了你王爷也不见得吃亏。但玉兴说也没机会，说我们家的人来人往的，一天你是这么多人。一筹莫展之际，嘉庆皇帝去世，棺材从承德啊运回到北京，皇族成员一家一家前往吊唁呢，玉兴领着全家人去了。心怀鬼胎，他看大伙儿哭得昏天地黑呀，心中大喜，机会来了，家里没人，悄悄就溜回家了，就强奸了银阁。银阁羞愤自尽，宗人福把这个案子报给皇帝，道光帝气得真是七窍生烟。按当时的制度，国殇期间，皇族成员即使怀孕都得追究责任。为什么呢？全国哀悼，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啊！说你居然是这么一个卑鄙龌龊的事情，所以道光帝立即做出决定啊！所以玉兴在国丧期间淫乱，赐死。最体面的一种死刑啊，让玉兴啊选一种，或者服毒，或者上吊。玉兴是谁呀？他是多铎的后人，多铎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在开国战争中功勋卓著，所以呢，他的王爵是世袭罔替的，所以宗室纷纷说情，连太后都跟道光帝说情，道光帝啊，最后啊就改主意了，没有办法啊，那么决定把玉兴割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3年，这个处理也依然很重啊。一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啊，
那么摊上这么个案子，你在很多情况下就可能不了了之的呀。但是道光爷最后决定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处分也是狠。郁大华教授认为，实事求是的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勤政但平庸的皇帝，在面对身边王公大臣们的腐化堕落和巧取豪夺等问题之上，道光帝还是能够摆清位置，痛下杀手的。惩治豫亲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身边的王公大臣尚且如此，对于一般官员更是毫不留情。在这样一位勤政而平庸的皇帝的恩威并举、软硬兼施之下，王朝的吏治一度出现了好转。但是很快的，道光皇帝发现还有一个难题困扰着他。这个难题从道光朝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大清王朝走向最后的覆灭。那么这会是一个怎样的难题呢？道光帝将会采取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一难题？道光帝整治吏治的最终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说到吏治，就不能不提一提当时政府的卖官的问题。哎，政府为什么要卖官呢？国家呀，总不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灾荒，比如说水利工程，比如说战争等等。这个时候用钱啊，刻不容缓。但是呢，国家财政预算里没有列支这笔用项，没钱。你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法令不允许，想都不要想，那是组织。向官员摊派，向商人摊派，找到谁，谁都会面有难色，以种种理由去推脱，就是这个卖官立竿见影。买者争相恐后，喜笑颜开；卖者不费吹灰之力，短期内募集大笔现金。所以啊，谁都知道这个卖官啊，既不体面，还损害王朝的长远利益，但下不了决心把他革除。那么买官啊，多持一种投资心理啊，把官场当成市场，造成的恶果是很大的。短期来看，国家收到一笔钱，长期受的损害更大。人们用饮鸩止渴来形容这个卖官。当然了，清朝的卖官啊也很复杂，名目就有十种啊，名目就有十种。而且卖官不叫卖官，叫捐纳或者叫开捐。总之啊，不能提钱。为什么不能提钱呢？太俗啊。但是没钱你还捐不来这个官。道光帝对捐纳呀十分痛恨，上台之初就停了捐纳。当然后来啊也开了，国家还是穷啊，用钱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捐纳做了很多限制。你比如说要补缺的时候啊，科举出身的人优先捐纳的啊，再等一等。另外对捐纳人员要格外的加强考核。可见道光帝一心求治，孜孜不倦，其真诚无可置疑，对其整顿吏治的一些举措啊也应该给充分的肯定。也应该承认啊，他的这些举措啊还远不足以扭转王朝没落的大趋势。所以道光帝啊几番努力，几次仰天长叹之后啊，最终也走向了懈怠。后来啊，谈起官员搜刮百姓啊，搞这些陋习，道光帝愤然说，他说这种情况香言已久，名为利尽，其实无人不取，无地不然，管不了不管。1836年的夏天，道光帝检阅部队，哎，看到一名年轻英俊的满族军官拖着一条残疾的腿艰难地给道光帝请安。
道光心里很不好受啊，一打听说这还是个武进士啊。道光帝就亲切地问他，他说：“你在哪次战役中光荣负伤啊？你给我讲讲战斗的故事。”没想到啊，这名军官诚实地说：“说我这个腿啊，从小就残疾，没打过仗，不会讲故事。”哎，说腿有毛病的人还能中进士，而且是武进士，如果不亲眼所见，谁敢相信呢？说你体检怎么过的？你术科考试怎么过的？说那还用问吗？道光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说真是吏治难清啊。道光在整顿吏治方面难有作为，那么他在生活方面又是怎么样呢？请看下集，谢谢。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天子，可以享尽天下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减到什么程度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第四集《抠门皇帝》，敬请关注。